hitting the table. I didn't see that directly. Fantastic rally.凡振东年龄大这么多岁，不显老。
反拉座。啊，进球没办法。这传球过，直接打开局面。啊，在五比七落后的情况下，迪奥多教练也给大家介绍，连攻进两个长传。所以在比赛当中啊，有一个环节是不是状态调整的好吗？他的腿部力量、腰部力量啊，做的非常的协调。有了，继续，把镜头继续侧身，哦，漂亮！这个球跟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机会球，啊，对于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决赛的这个17岁的小将樊振东，啊，他的要求、他的挑战和压力是非常大的，啊，因为在万众瞩目。